2015香港美容小姐五强诞生啊！我哋东洲行举行嘅2015美容小姐选举，经过乔布布等四位司仪同埋一班星级评判，仲有一众网民嘅严选之下，最后五强终于诞生啦！佢哋分别系四眼周文琪、迷你岑丽香、靓比杨怡、冯素 FFX 同埋白滑马赛，恭喜晒五位！入到五强就梗系唔系讲笑啦，佢哋个个都各有专长，好似四眼周文琪同风骚 FFX 咁就能歌善舞，表演欲特强；而白云马赛就胜出笑容搞亲切。至于迷你岑丽香同埋靓鼻杨怡，就因为外表清纯赢到唔少星级评判嘅支持，就好似笑仲恒咁啊，就劲赞佢哋啦。而家系袁淑莹啊，系嘛？即系侵略性冇咁大啊，但其实侵略性都好大。会唔会把持唔住啊？我错，大家嚟事，唔好讲啲，唔好讲呢啲咁嘅嘢，讲呢啲真系。不过其他星级评判就啱啱相反啦，佢哋中意啲哇哦啲嘅佳丽啊。因为我拣咗就系呢一位戴眼镜嘅姐姐，因为咧我就眼啊，一开始睇呢张相啦，我觉得佢好似周秀娜。咁所以咧，佢又有明星相啦，跟住身材又好似唔錯啦，咁行 Q 行得似模似樣，就你咧。首先我個揀嘅就係呢位姐姐啦，因為我覺得佢好有氣質，而且個身材都唔錯嘅，即係企出嚟有個腿型啦，係啊，可以壓到其他嗰幾位啊。而 FFX 就揀翻同佢哋一樣名嘅風騷 FFX 啦。我同埋 Chris 咧就比較喜歡咧呢一位嘅姐姐，咁因為咧就覺得咧即係佢本身咧擺嘅 pose 咧都好有 model 嘅風格。我同 Miss Sakie 就中意呢位姐姐，因為我覺得佢好有知性美，好似啲老師咁樣。我覺得如果俾佢照顧我嘅話，應該我成績唔差噶。我哋美容小姐选举已经差不多到尾声啦，下期就会知道冠军宝座花落谁家，快啲投下你哋神圣嘅一票啦！